中二病一词的原意是，中二病一词的原因是指中学二年级的病，还是团体中两人以上会有的病？中学二年级的病，它是个团，它是一种行为跟状态。哦，你们这几个人很中二哎！啊，真的耶，我很中二耶，我还在国中二年级。哦不，你早就大二了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。